好，那今天的话就是 Cofax 这边讲到这边呢，其实我们有70折的，就是今天其实有就是蛮多人来的，然后像今天的话，我们就完成了大概70折的新的文章的提要，那就是非常感谢这边的人，像哈库，然后佩宇，然后还有 Sting， 然后林一慧以及咖喱跟比较早离开的归真这样子，对，我们就是有非常多篇。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也感，然后我们另外还有在做一个东西，是在做热门的讯息会诊，然后有这样子的一张表，那这张表是这样的，就是我把4月2号到7月6号，我们在这4月2号是因为我们就4月多的时候，我们开始有 Google Analytics 可以去抓说我们在 Cofax 里面到底。有多查询这篇文章的人到底有多少，然后有多少是每次有的话就会加一这样子，所以说像这边的话，我们就有一张表，就是例如说，发现在这段期间之内呢，这篇文章被查了783次，那是什么文章呢？我们来看，我们感谢尹轩帮忙，就是一起来处理这张这个事情，所以它是长这样的，就是台北马街因为传来消息，千万不要再吃生鱼片了，因为如果你吃了生鱼片的话。你的胃壁就会附着海兽胃线虫，对，这一则讯息基本上它早就被回完了啦。它回的原因是，就是其实海这个案例非常的，好像台湾只有一例之类的，然后再来就是根本就没有很难加，非常好加这样子，可能就是对，就是有一些人这样子。然后这篇就是它在4月到7月之间，基本上就是它其实一直都在。就是反正这种跟健康相关的几乎都是这样，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5月15号的时候有一个 peak， 对，就是这个目前还能解释，好像5月15号前后应该没有跟这个有关系的才对，对，总之就是最后有900多左右传进来这样子，然后第二名我目前，因为我们在这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会把类似的文章一起来整理，所以就等于是我们能够整理多少的那个类似的文章就会影响它的数量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发现有很多次。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跟另外一则就是非常假很久的讯息有关，就是明天早上3点到7点，中国网络开始整理新顿清理整顿卖，然后。怎么样的讯息？这讯息我们发现说，它其实在去年19大的时候，也就是2017年10月前夕，就会有写一样，就是类似的讯息。然后在19大之后，所有在转传这类的讯息的文章，就把19大拿掉，换成明天早上这样子，然后继续传。所以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在我们有这个资料的4月开始，就是在一开始刚好4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有一个超级大的 peak， 然后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6月底的时候又拿来传，那这个讯息其实就是这样子，然后这光是这则讯息就有815次被传进来，然后被我们来把一直回复，一直回复，一直回复，因为这个其实在去年就回过了，所以看到这些基本上应该都是直接有被回应的使用者们这样子。就是，就让731个人拿到使用者。对，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我们之后会把它做成是那个一篇文章，然后感谢这些就是当初有回应的人们，这样。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跟程式相关的，就是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工程师，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是，感谢像 ChainHC， 他直接发了。他直接就是改了 API 跟 Linebar， 就是他改 Linebar， 发现 API 少一个功能，虽然他可以改 API， 然后发了两个 PR 这样子。然后在 Net 的话，则是在就是让编辑也可以求回应。然后还有像玉美跟嘉颖他们两个 Pair Programming 完成了一个就是游戏化的 Progress Bar。然后大概在今天或者明天，就是我会把它再做一下 Code Review 之后，大概最近我们就会把它就是。上到各大学上面去，让大家可以用这样子，所以感谢大家今天的就是帮忙，谢谢。